对面咩台？呢度啊，呢度啊，铜锣湾望忍啊嗱，望忍啊，丽德村都睇唔到啦，俾前面楼遮住晒。嗱，呢度系天后站啦。哦，八乐，就系呢度系铜锣湾道啊。很少来这里铜锣湾道啊，这里就是14号英皇道。 OK， 哇，周围都有酒店啊啦，我谂呢度会拆噶啦，迟啲。嗱，呢度天后庙道啦，天后庙道，睇后边几多高楼。哦，呢座喺度装修紧明德楼。天后廟花園，入去睇下先。哎，呢個係廁所咋嚇？哎，天后廟度真係有個天后廟嘅，仲喺度。睇下你先。呢間係酒店，一定要行落嚟。OK， 喺對面華人。間酒店有咩酒店咧？嚇？有牌。呢間唔係酒店，呢間係中華。但之前酒店唔係啊，收復俾佢立咗。中華人民共和國咩？呢對面係華人，一啊唔係華人係黃人。而家住住一路都係我哋。有素食，有 sushi， 有 Thai food， 有好多食噶喎。啊，有间中医师添。啊，呢间 Hotel 118啊，喺铜锣湾道18号黄隐隔篱就系香港中华游乐会。丽德村。啊，上面丽德村啊，以前就系个。公屋王，呢度就有个莲花宫。呢度后面冇乜点变，呢度入面再入啲就大坑啦。远沙街，啲人冇火龙喺度噶啦。初一，定系去金樽轮食？唔系，佢问我系咪想食素。不过依啲旧噶啦。哇！呢、這个巴士总站啊，中央图书馆。睇下。
哎，前面呢度维记啦，维多利亚公园。啊，呢边。铜锣湾。维多利亚公园。啊，有啲细路仔喺度打波啊啦。铜锣湾啊，呢度，唉，地王王区，啊，呢度地王啊，铜锣湾，以前呢度咪大院咯，前面嗰度以前咪食街咯，啊，铜锣湾地王啊，崇光呢度最多人噶啦，啊，唉，吓死你！嗰人喺度做咩啊？网红啊？喺度唱歌啊，摆 pose 啊，呢度冇车嘅咩？